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开肩的一个训练方法，就是抡盖。什么是抡？向后甩手臂，我们称之为抡。什么是盖？向前，我们称之为盖。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那抡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背向回收一点，然后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身体重心向下沉，然后呢这样子去抡啊，一定不能这样子，一定不能这样子借助身体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去抡，放松，感觉你的肩微微的背在动。盖的时候同样的方式，向前盖，抡一百次，盖一百次，这样时间久了就会开你的肩。下节课呢，我也讲更多的开肩的方法。